就会死掉，他就会升天了。哎、欸，居然很合理耶、欸！我以为是那他也算是就是要帮助人嘛，因为只要狼人都死掉了，那怨灵就会获胜。只要怨灵还活着、嗯，他就会获胜、嗯，不管场上剩几个人。哦、对，好，所以他就是要努力的帮助人，然后不要被预言家查到。嗯，了解。Okay, 哦、然后有开启魔狼，所以狼人晚上也可以有一个人去验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没有雪狼，没有雪狼，没有雪狼，没有雪狼。预言家查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如果你查到他死掉，那就他是怨灵。对，但你查到好人就是好人。OK。好。好。好。可、okay, 以看一下哦，三个狼，一个猎，一个玉，一个女巫，一个忍者，一个怨灵，一个诈欺，两个村民。那就来啦，走走走。哦、哇！我有红包，还可以去买东西。红包，红包！我有没有钱？我有没有钱？我有没有钱？你是不是又没钱了？买臭豆腐块！哇！这是什么？我又没钱，我好穷！哎，我怎么又变181了？哎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有时候钱会变多哎、欸。累计的。跳过晚上。为什么我只有一块？没有。对对对，可以那个跳过晚上哦。跳过。不是，每次都那个。哎，怎么跳晚上啊？就对话的，刚刚叫作者修吧，跳过晚上，好像也是零钱没有用，往上一点，还有一个人还没点哦，都是一块钱呢，我是要怎么那个啊？对啊，有，看来是你要去乞讨，你要去乞讨，哦，加油，你怎么那个？加油，你直接被炸死，我跟你们说，好屌哦。我直接给你当两场兄妹，看怨灵，我马上当怨灵。天哪！我的天啊！哇，这预言家太强了吧！预言家，我傻了！预言家，我等下看你是谁，死定了！哇，哎、欸、哎，真的是姐要用过了，姐要用过了，用过了，对。哎呦，云月金水，云月银水啦，银水水啦，水水啦水酱油身份也出来了，对，怨灵，没有怨灵啊，没有怨灵，那可以跳过，我觉得可以跳过，这个白天是这样子呗，对啊，好像真的没有哈，嗯，没有什么方向啊，没什么可以跳，呀，因为毕竟预言家这么会验。对，直接就验。那如果有好玩的心，直接可以开一下吗？我一个你就换，我也想体验一下。我一个第一个当道。猫咪，团团你有点怪怪的哦，我觉得你怪怪的。他又怎么怪怪的了？我又怎样了？那个对话框可以跳过晚上。跳怪怪，关了。好，掉下去。为什么要有图？在考虑哦，考虑很久哦。哦，什么鸡排？那个技能有技能哦，我要被救了！哎呀，是忍者吗？忍者吗？不一定哦，说不定是自己回避自己，有可能自己回避自己。有，我觉得预言家可以跳了。好，我是预言家，你也可以了。Lumi 不是狼人，然后嘿，刚刚验到一个，他已经成仙了，我们成仙了。死定了，我们真的可以搏击。人闭嘴！有没有别的预言家？不然就信他了。然后跳预言家，忍者啊，金水了吧？我忍者嘛，杰克预言家，露米金水，现在三个。我猎人啊。嗯。哦。哎，对，这个是不是没有图边啊？没有，没图边。啊，没图边哦。那我讲一下，我是女巫，我第一晚救了允月。哎，我还有一瓶毒药可以用，那就是怎么有人投小雨？直接投是怎么回事啊？真的？这个繁星小雨怎么了？算到了，对，你按到了，哇，那你要票吗？竟然是拿五刀一样，怎样平票？对啊，没有票，抖音没开，你们平票，就平票吧，平票吧，平票。现在有四个人没身份呢。我是村民，我刚刚一直在游泳，我现在还在游泳。有，我刚刚他自己在游泳。村民最可以杀了，对啊，巧克力跟繁星。嗯，还有允月啊，没事，还有允月，哎，没有，对，还有允月。看这一天。嗯，我被跳死了，居然还是小雨，为什么？还是随机会死一个？是没有啊，随机抽一个啦。对对，平票是随机啊。嗯，好了，那票我好了。什么鬼？没事，我可以看猫了。这么快的吗？那预言家在晚上查到的就不能讲了，都要到白天才能讲。对，白天就没有。对，如果你还活着就可以讲，死了就不能讲。好，只有第一天死掉才可以。第一天死掉才可以讲，其他就不行。
可以跳过哦，谁想那么久、啊？我是觉得我差不多了，大家再见。对啊，都可以按一下哦。OK， 果然、这个结果可显而易见，显而易见、啊。我觉得我很明显啦、啊，票我啦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可以查验一个人，就点一下就点小雨了。那是投票啊，不是查验。投票。那可以？海星，你有身份吗？平民啊。那我可以偷问一个问题吗？巧克力，你是什么？巧克力你没讲耶，下一天再讲啊。为什么要下一天再讲？为什么夏天？为什么现在有两？现在这一局不是我的轮次，是繁星的轮次、啊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你讲一下，没关系，反正没图片。可以啊，对对，反正如果下一天我还活着就会讲，没有活着的话那就没办法讲。好，狼美人睡他，睡他，没有狼美人睡他，跟他睡。哎、欸，对哦，那个如果投完就可以跳。好，巧克力，我在天国等你。所以现在是上的，我看一下、哦，看下一天的状况。三个好人嘛。OK，、没有问题。请问现在月明可以讲话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苹果闭嘴。你要跟我讲讲话。月明可以说的就是闭嘴。出来。多气。气。很惨哎、欸，这第一天被惨，真的是很惨。跳过喽，可以对话框都可以再点一次哦。OK。啊！哇！啊、不能讲了，被杀掉了。啊！哇！现在剩都不能讲了。剩谁？那就是剩杰瑞、杰瑞呢？哈记，你们的身份呢？说明是炸鸡。炸鸡。阿杰瑞呢？我是平民啊。阿哈记呢？村民。哈喽，我是村民，不是平民。是平民还是？注意差别哦，我是村民，不是平民哦。又是这个平民，又是这个差别了。你还在游泳？你在抖音吗？所以是杰瑞，杰瑞你是村民，平民，村民。哦，所以那就是杰瑞跟哈基啊，选一个。我会觉得是哈基，因为刚刚繁星说直接投我，哈基第一个反应就马上投了，没有犹豫他，对。哦，好吧。嘿，我觉得是啦。反正这一回就是你们两个的轮次啊。你们两个的了。这样子的，假如我死了，剩四个，下一天晚上再死一个。没有啊。杰瑞啊。就是看，就可能握手吧。就握手了，就握手了。嗯。对，如果真的再死一个，就握手。握手团结。我要承认一件事情。嗯，我很开心。你为什么？抖 M 是不是？抖 M 是不是？没有抖 M， 没有抖 M， 这局没抖 M， 这局没抖 M， 没有抖 M。狼耶，不是啦，男的不是啦，心理上的抖 M 啊，心理上的抖 M， 这就尴尬了，尴尬，真尴尬。啊，我们两个至少有点要死掉了。我觉得我会死，所以我选了杰瑞。如果我死的话，杰瑞会死，被带走。刚刚是结果，跳过结果，结果不是跳过了。跟你讲吧，感谢。哇，那就是杰瑞跟允月要那个啦。感谢，反正你现在看谁要握露米的手。对啊，谁？你们？我还是杰瑞。哦，直接投就好了嘛。对，就还是投，还是投。投了就知道啦。那我就投，那我就只能应该说不是谁握谁的手，看是 Lumi 要握，看 Lumi 姓谁。现在是 Lumi 要姓谁啊 ？Lumi 要姓谁啊？重点。你们两个一定是互投啊。嗯。就今天投吧。哇，你们都没有人要就是拉一下票啊？对啊，要拉一下票。这局很不透明啊。这局超不透明。就选 Jerry 啦。啊你们可以跳过了，跳过半天，可以跳过。巧克力不讲，我就直接毒你，我是真的女巫。可是还有一个啊，因为我是要演那个啊，演诈欺师啊。嗯，因为如果是诈欺师，他其实也可以不讲。嗯，因为他讲了，其实狼人就会知道哦，他是诈欺师啊。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看你会不会投毒，我就直接投，没办法。我有个心愿，我投露米是因为那有被验到是露米是猎人，所以我不投他。哎，我要讲一下，而且其实像等露米刚晚上不能说你要选谁，刚好发现，对，你讲了他就不会验了，他就不会开你了。我第一网魔狼也是验那个酱油酱油。可是我想说，哇，你们两个都不是我验到他也死吧？吓到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为什
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你做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你自己去问杰克啊。杰克，杰克。然后其实第一晚我是刀云月啦。嗯。啊啊，对啊，刀云月、啊。我就先从我的狼狼同伴里面先下手啊。哎、欸，想要刀，想要刀那个，因为曾经被耍过，想说先试试看嘛。好，就真的中了，挑蛮准，我真的中，真的中了、欸。为什么？对，应该可惜，如果刀的是狼伙伴，就有饮水。对，对啊。啊、我想说，有你怎么没有悍跳？我想说女巫没有宝，我说刚刚很呛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又可以查验一个人？为什么第二晚要杀我？我不能带人。就对啊，狼没有当下有那个带人，月跟鲍鲍选一个，我就选一个。但是就是魔狼可以尝试悍跳，可以啊，因为魔狼的悍跳就比较有心路历程，对，可以。可以试试看。其实卢米，就算你不讲，我也不会投你，因为我知道是猎人，因为版型有查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有弄出来了。对，嗯、对，有查到你，有查到你。有，大家都更会了。有，这是刚刚只是怨灵太早死，所以那个乱入混乱一点。怨灵看不。如果正常战士怨灵，我等下直接 kill game。默契，很气。啊，记得换指定回来、哦。看你会不会怨灵啦？哦，加一块跳。来哦，好，看来他，跳过了，好像没有跳过、哦。我好多钱哦，我有200多块、欸，我200，什么？我200.6，哇，我110，我是216，而且我是买了鸡排之后，我要吃鸡 排哦，我也要再吃一次，哎，我怎么存那么多钱呢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做一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一块？你到底吃了多少东西？我没吃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我吃那个乞讨的哈。我快有400多块哎！哇，这么多钱，这么多！露米妈妈，你用边捡的吗？露米妈妈，我想吃臭豆腐。好，我给你啊。我想去捡的。大家都可以跳过晚上，对吧？可以跳过来。哦，我按了按了。好，大家都可以点的。哎呦！好难怪了，他晚上打我，不是暴毙是狼人杀，大哥。有没有那个、啊？钱多了一点。预言家要跳，对吧、啊？嗯，预言家跳太快了呗。有预言家吗？因為有查什么吗？有查到的话啦。对啊，有查到的。有查到的话，查到对啊，还没查到、啊。你没查到一个金水，跟你自己的身份也是两个好身份啊。嗯，我是预言家，小雨是好人。嗯嗯，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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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第二个预言家就是了，就看你信不信喽。我刚刚是验酱油啦，酱油也是好的。你不要还验酱油？我是预言家啦，我现在是预言家啦，我要验我自己啊！大家再见。笑死到底！你这个经验谈，我觉得隐约的感觉，我比较站边他、哦。预言家，我也想会验酱油。再拉伸一次。超会。所以现在是谁跟谁啊？现在是隐约跟杰瑞。隐约跟杰瑞互跳。杰瑞宝小雨嘛，然后对，杰瑞宝小雨。然后隐月宝酱油这样，对对对，嗯，还好我不是怨灵，不然我真的要看看。放着到下一天也是不错啊。对、嗯、每人投票。哎呀，要出人命喽，各位。上喽。卢米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你刚刚会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太有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仇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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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啊？谁仇富啊？是谁啊？我都一块钱的人都没在仇富了，在那里。废话框都可以跳过晚上。嗯。哦，谁是谁？哦，我吃到没钱了啦。大鸡排煮好了吗？还在炸、哦，还在炸。啊！你先跳过再炸。这看起来蛮深的。早就跳过，我早就跳。好好好好好。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。在搓鸡排，还在搓。等一下，那所有人对话框都在点一次。有啊，我点了大概十次了吧。点了，点了、啊，点了、啊，酱油。是啊，我点，我要点的、啊。哦哦哦！哇哇哇！哈？哇！等一下 ，Zeri 是被狼杀。
因为是被女巫杀，我可以讲我最后看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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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才也问过了，白天人说你要过白天，狼人基本上不会想要自刀吧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Jerry 比较是好身份，嗯，所以我要是宝，对对，我刚刚说那个金水是，我要讲，我要讲，好，你讲一下。我是女巫，然后我昨天晚上看到杰瑞死了，那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是被保那个饮水嘛，那我当然是觉得说隐月就是他就是那坏人，那我看到杰瑞死了，那就干脆把那个假跳的也一起读出去了。你会不会假是假也把我弄出去？对，我是，而且你那是金水，所以我是金水，我是金水女巫，身份最高，身份最高金水女巫，只是没有没有药了，没有药了，阿隐月刚要了。哎，我会不会第一晚的时候我就你们会不会把我弄出去？我要用回避伤害了。有点想，你有点危险。有点想，有点想。那我是考你很跳身份吗？这样子。我是宁家。你是宁家。宁家有没有第二个宁家？有没有第二个？有没有第二个宁家？宁家报名。那允月有可能是魔狼哎。啊？有可能，但是他已经死了，好在盘对啊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对啊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人投票。对啊，最后没有讨论出个结论。哦，对。好，没事了，晚上了，大家睡觉了。酱油，酱油，你生产鬼，不要再吃鸡排了，不要在外面买了。那个谁，粉团，不要在外面溜达。这被抓走是不是啦？你要被抓走，你要被狼人抓走。我要搓鸡排，来吃鸡排，来吃鸡排。这是哈基老板。我的天哪！巧克力被杀掉了。怎么那么？怎么是巧克力？怎么那么奇怪？对，为什么很好？这个很好。哎，他可能觉得小雨没用了。小雨没用了。小雨没用，因为都没用。他有用啊，他是好身份啊。酱油是人设，所以现在没身份的是团结。他要不要身份？卢米，他一下身份爆一爆。嗯，我是村民，我是村民，大家都是村民啊。好，哎，那个我讲一下，我是诈欺师。等一下，我下一晚应该会被狼人弄掉，或许对，我是诈欺师。哦哦，刚刚谁来讲他是村民的？哇哇，波波，那个可以村民打个加一，就大家比较好记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村民打加一好了。加一。啊，哈基是什么？哇，我有职业。你有职业？哎呀，有职业。我是。然后嘞，炸鸡店老板。你欠票吗？我想动他，欠票他吗？炸鸡，你欠票吗？我是不是跟着没抖 M 吗？跟着我一起走那个。好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三个村民选一个吗？今天没有啊，还有繁星呢。繁星也是村民说啦。繁星算村民吗？对啊，对话框有三个村民，那你们就。村民不是三个吗？是猎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如果要投，结束了。猎人，杰克，你是猎人，有两个猎人呢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应该这两个互出吧？对啊，好，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来不及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就是哈基跟杰克了，对啊，那就是他们两个了。那下一轮就是他们两个。对啊，我的回合，他们两个你的回合，我抽败了。来吃炸鸡，来吃炸鸡，本来吃炸鸡，来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，杰克了，本来一起吃炸鸡，你就突然发现眼前，小雨，好，来把金水杀掉，把金水杀掉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，这两个哦，这两个要选谁？波波是你呀？不是，我是村民，现在三个村民，我们三个，太多，我觉得太多村民吧，不是不是，村民太多是一个点，但是你们两个跳猎人也是一个点，我们先决定这两个猎人，反正你们跳猎人嘛，对，我们先票一个这两个，我要投杰克，为什么？因为杰克，为什么？因为哈基是老板，哈基是老板，有张机制，你这个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就只是想你说两个选一个嘛，我就是想选杰克。哎，老板，我只有一块钱呐，白天过了一半喽。对啊，过一半了。哇，反正就是让他们两个自己去处理啊。啊，杰克完全没有想法，直接冲票给他，他又不讲话。对啊。啊，那我们要投谁？跟我等下带啊。不是啊。啊，杰克，你是猎人，你被怀疑，你完全不反驳吗？因为他是杰克，因为你只白天选啊。哎，我现在选啊！你们白天快过了，你们自己。哎，如果我现在投哈基，他不会两只东西一个吗？你少了一个重点哦，会死哦，随机晚上狼人杀死才会带人走啊，白天应该不会吧？最重骰就带啊，猎人死掉都可以带，一人一票嘛。
看到上面文字写来啊来啊，这样死掉哎、欸。嗯，好了，我刚看到文字上面是这样写的哦。哦，阿基。啊、哦，这是不是急了？我就跟你讲嘛，团团哦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那完了，你举枪团团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杰哥的手刚动了一下，杰哥举身份，你们怎么不举枪呢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玩完再来讨论。对对对，什么？赛后讨论，赛后讨论。虽然我也是满脸问号。因为我刚刚的讯息我有点呛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是？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刚点，我点太快了。我想说猎人应该通常会先不点，然后等下个角被带话。你们那不是鸡排哦，你们那是熊排哦。我刚说熊排，来来来，发给你，我就点下去了。换人带话，我死掉了。等下酱油你什么？你也是村民？我是令甲。哦，怎么可能？我三村民一令甲。我不能讲话了。只能你们四个人讲。四个人。没有啊，这一局是杰克啊。杰克的局啊。对啊，因为。刚是猎人被那个啊嫁祸啊，啊结果好好好，我先走。哎，如果等一下我要去躲下水沟了。其实如果还有一个狼，就狼过分哦。酱油吧。对，如果还有一个，那还有一个，那我讲，如果等一下他死了，就换 Lumi 了，因为他说我是狼。啊！你是狼啊？什么？你刚刚说是我啊？没有啊，我刚没听清楚你是什么职业，问清楚啊。对啊，可是我的回避已经弄掉了。杰克拜拜。哦，剩两个村民。两个，他现在所私信是两个村民。没有，狼人随便刀一个就赢了。就赢了，对啊。除非出，对啊，对啊，狼人随便刀一个就是。因为没有那个啊，没有猎人啊。对对对。啊！成功！这个男生白痴，我想到那个白痴，互相怀疑吗？没有，我是想说露米是怨灵吗？所以就刀你啊。懂吗？如果刀掉那个酱油的话，就是巧克力是怨灵，对，而且酱油还可以躲避，对啊，怨灵就是要赶快把狼人都掉出去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到我是怨灵，我想说，要么被查，要么就早死，对，只是阿基，阿基，你知道你为什么？要不吃鸡排？来，我就按下去的时候就点下去了，点那么快。你点歪，他这女巫读的好准哦。没有，这女巫不是啊，是读的准，因为已经都推出来的啊，已经就是就两个对跳，晚上死一个，一定是读另外一个啊。哎，因为女巫晚上那个她会知道谁死，对啊，我会看到谁死多的，对啊，所以她就会多给一个出来。好，我差一点也要死。哎，其实刚刚我是小狼的时候，跑直接冲去找影月，因为他是狼王嘛，对啊，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小狼。就扫验了，我们就有一个举枪举错了，举枪举错，你知道旁边的室友啦，他就是无论如何都想狙我啦，对，没有，就枪口已经在墙壁上了，想说听过的人就点他，想投杰克，杰克就感觉怪怪的啊，没有啦，有，他自己有相信你，就基本上女巫如果被互跳身份就赌对方嘛，猎人互跳你就是举向对方，就是比较对啊，是 OK OK， 没事，因为我感觉我刚刚跳的不对，哎，你跳对的啊，嗯，就是胜猎或者刚刚其实我也比较怀疑哈记，真的，我也觉得没有，那个语气听起来，对啊，最后了，对，最后，而且想说他都在用鸡排啊，这个很有问题，很专心炒鸡排，那他也都没有为自己辩解出来，对，这也是没有辩解，他就想带一个走，来了，我勒个去，再来，来了，准备跳过晚上，各位，跳。跳，回工作岗位。我要当你的助手。老板回工作岗位了。光临，需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排队，为什么没办法买啊？
哦，有了，排队排队排队，哎，可以买吗？可以买吗？大美女服务员，可以买吗？我没钱。你刚刚说什么啊？我听不到。等一下，你们狂点，我吃了三个鸡排啦。是你吃？为什么是你吃？老板自己吃掉，老板。我们买了，你自己吃。老板，哎，我没吃到。哎，谁没跳过晚上？对啊，对啊，光都可以点一下哦。我怎么都一块钱呢、啊？我是要还真的可以帮别人买哦。露米，露米，哇，露米是你，哇，怎么那么快？哇，露米很会，到底是被刀哎、欸？到底是谁？是不是想赌我？那个，我又是预言家，你赌吧，姐吧。我又是预言家，繁星是狼，我不是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预言家要救我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本来要跳，还没有跳，最好是救我。我是村民吗？请夫妇啊！还是你没查到？哎呦，包包，没有人讲话，直接先讲话了，没有其他人对视。那没有，不然反省你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讲啊，村民啊，你是村民，是村。那反正没出边呐，没有，反正没出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就走啦，走啦。嗯，对，走了，因为目前这样看起来，讨厌预言家。不对，我讨厌杰瑞。点了，点了，点了。就跟我讨厌旅客一样啊。怎么都姓杰？对，都杰开头。讲话狼人不要乱杀预言家哦，还有怨灵哦。对，还有怨灵。嗯，对啊。这些鬼到底在干嘛？怎么这些鬼只有我一只鬼好？只有一只鬼啊！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鬼了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看到太多鬼了。等下，这个预言家也爬太高了吧？你在自高处看大家的动向吗？哇！我要用天眼开天眼。我这局有开天眼哦。哎、欸，客人来，客人来！我们现在有刚炸好的鸡排，先。手换人炸了。美女，老板来退休了。赚我一块钱了！老板嘞，你老板可以不要玩，可以不要玩兔肉吗？我很痛。白天哦，我带你吃鸡排啊！对啊，等下再吃哦。白天的鸡排更好吃啊！机会被杀了，机会失去了。剩冤家了，哇，没有了。现在还要找那个怨灵，现在还要找怨灵。怨灵开心，你知道我查到另外一个狼人，可是我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哇，女巫呢？你是不是刚不是有救？有那个吗？有救啊，可以。你还今天救露米啊？救啊！对啊，救露米。所以现在，可是问题是现在如果没资讯，女巫跳也没用，她马上被杀掉，她也不知道要赌谁。也是啦，对啊，也可以都跳个期待狼刀到怨灵。还是要先刀怨灵哦，刀做。我觉得我怨灵真的很难很难盘呢，超难的。哇，因为他没有太多那个，那个他没有技能啊，那个。那个下会被揍，上面那个有卖鹅阿珍哦，有啊，哪里有鹅阿珍？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有鹅阿珍？哪里有鹅阿珍？你们沿着河走，他是小摊贩，对对对，可以买的吗？可以买，花生酱吗？65块，好贵哦，咋搞的？哪里团团知道吗？鹅阿珍，我都看鹅阿珍。对你沿着河走，为什么知道都不讲？我觉得团团很团团怪怪的。这里好，这里好。他在睡觉吗？你们怎么都在讨论了？等等，哎，你是不是在？你是不是想买宵夜啊？真的，我们都醒过来了。买宵夜，排队排队。哎呦，你们在那边是我的店呐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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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你，吐！吃过的就可以到白天了。有没跳？冷酱鹅阿煎，没有香菜。没有香菜啊！哎，忍者，全场身份最高，我现在是身份最高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是露米，现在是露米啊，嗯，对，可是露米不一定吧？围场外，刚刚到现在的怨灵会有身份吗？怨灵不就是叫怨灵吗？怨灵就是怨灵，当过的怨灵，怨灵就是怨灵，对对对，怨灵就是怨灵，对啊，怨灵就是怨灵，他是所以波波你一定最高身份，没问题，嗯，来，那我想盘一下，好，盘哪里？我也不知道盘什么，要盘谁啊？等一下，
雨露还不能出来，现在还是他们进了。我下一场，我下一个晚上一定会死掉啊！我的天啊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想到这边我就不禁难过了起来，我就不禁的流眼泪。好啦，不然现在还不确定身份的，看一下，不然村民跳一跳啊！好，对啊，村民跳一跳。村民只有两个吧？我就跳加一，好看你相不相信喽？三个了。好啊，你们三选一啊！来来来，我只能祈祷他。他什么什么七什么夜晚七叫什么鬼忘记了？哈哈，就是他一开始会有一条字啊，说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又晚上了，又晚上要跳吗？还是我是哦，先下你可以讲到最后一最后一秒。这样你这样最后到底说什么？过对啊，他会有一条那个没有啊？他你有职业以后他会有一条字啊，说什么你是什么职业，你要干嘛？然后村民就是、你是村民，你要什么对天祈祷什么鬼的？特别可怜这样，这种都算场外，场外的啦，是场外，就算场外。就像那个村民的书是无字天书，无字天书啊。对啊，我有想不能说，这个不能，你不能拿来讲，对啊，不能说我发誓我一定是好人。对，然后 innocent 的那个最后，最后一个，最后第三个英文字，英文字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他这次很好笑，他这次很好笑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？啊？哇？啊！哦，小雨死了？那女巫有吗？有女巫吗？小雨是不是女巫啊？哎呀，不知道。有没有人要跳女巫啊？要跳出来吗？死的都不能说你们排排除。如果女巫没跳，就是死啦，所以她才硬度的。对啊。嗯，我觉得那应该是，反正小雨，小雨应该这局就是你们三一样，反正我们三个村民，你们就选三个先吧。哎，你们就选一个啊。反正我直接说，你选我完全没有好处，就这样。我想选你。我是觉得你要选哈基。哈基，哈基要不要讲什么？只有什么怨言可以讲出来？我没有，三个选一个啊。我哇，这样点的哦。耶。哇哦！最高身份就是这样，最高身份这样子哦。身份最高了，他最高身份，他最高身份没办法。村民会有几个啊？两个，所以三个人哦，对吧？先把村民杀光嘛。信你啦，就没事。我下一个晚上会死掉。宝宝，如果这一局那个了，就嘿，就好吧。嘿，嗯。我相信你哦，宝宝。我相信你哦，宝宝。没关系，波波，我台北等你啊。有点怕了。哎，这样想想，我要打杰克很方便。什么啦？很近哦，很近哦。找不到猫咪。猫咪，猫咪都在他们。猫咪有那个阿虎爷。对，嗯。哦。附身。跳过晚上，跳过，来，跳过，没事，没事，哎，没事。那本本最高的没死，继续盘，继续盘。那现在两个村民，那就看两个，就看是盘到炸起，全都是我炸起。陨月杰克啊，陨月杰克啊，陨月杰克，我是会带人哦。你是会带人，那杰克是炸起，嗯。那雨月你打算带你昨天晚上选谁要带走？我一直都是选杰克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怪怪的。为什么？炸鸡错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现在觉得巧克力奇应该是有身份的。嗯他是巧克力大骑士，所以这一轮应该也不是你们啊，应该继续。村民出杰克吗？出杰克吗？看什么啊？我是想出村民或杰克啦，村民二选一或杰克。那杰克？撩的，我很想让杰克出去啦，我没闻到怨灵啦，我好生气啦。好，那就杰克吧，各位。杰克，杰克拜，跳过。有了，露米补了一句话，他其实怨灵哎，哎呦，
哎、欸，巧克力真是狼人，对吧、啊？巧克力对吗？我想说看起来像狼人啊。我也知道你是那个女巫才刀你的，好强哦！还先不倒波波。我原本第二次我就又猜到了巧克力是狼人，抓到了。可是哇！没有，因为我在听杰瑞，我想说杰瑞会去验谁，应该就是巧克力，要不就是团团，然后哈基自己。哦，我是听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话中就是语带宝、哦，哈基是怨灵哎。嗯、所以那时候不刀波波想刀你，对啊，我们竟然有刀到哈记是不是？对啊，面临哈哈记是被投出去的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哈记被投出去啊，就是我们关键想钓到哈记。我是有一度想要钓预言宝繁星，可是就觉得感觉不会被吸引，太晚了。如果你一开始第一时间，一开始你再钓的话，说不定你而且又是繁星，又是我跟繁星，就想说哇，这感觉保不起来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什么吗？这第一轮又是一模一样哦，跟上一局一样。对啊，那卢米被杀，然后我又救卢米，然后我又是预言家。杰克很不错啊，只是你那个诈欺可以再多换。没有，而且卢米不会计划。太多了。对，因为他就是想要把那个卢米给杀了，然后抢。对啊，就是上他的那个对啊位置。对啊。哎，卢米有死掉。他是被杀的啊，是被杀，我就上他那个位置啊，因为我已经有就是猜测，因为狼会知道有四个啊，那其中一个是诈欺师，对啊对啊对啊，而且谁查验谁的时候会看到 ID， 对，哦哦，所以就知道谁不是。哎，我真的以为巧克力是诈欺师，哎，我这么相信你就很是狼，我原本想说希望你让你知道我是猎人之类，因为猎人被堵的话也没办法开啊，嗯，没有。反正都是演一下啊，对啊，没那么厉害，我头脑没那么好，我只是想滑稽。哎，其实我很佩服波波，我刚刚全部都放弃思考师了，就算了。你是在干嘛？啪啪声，受伤的声音，啪啪啪啪，受伤声，啪啪声，哦，好可惜哦，大烧脑。哦，资讯太少。对，我觉得女巫的资讯其实真的是多啦。对啊，可是女巫就顶多只能是你在自己死掉的时候，你投一瓶毒这样子。嗯，对。因为你等于只是找大家一点点知道说那天晚上死了谁。但至少就是那个毒药等于是对啊，那个毒至少是一定丢了出去、啊。不会说就是正常的是不知道，那你就然后对你死掉之后，然后为了省药就爆了，嗯、或者是那个。预言家那边有没有就读不到了？对啊，这样有一直在玩奇怪的刚刚，他已经没声音了，完全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玩了，真的不好。哎，他会补哎，你看补补补，恭喜恭喜啦！爸爸爸，什么声音？小人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啦，今天礼拜二就到这边啦哦。每次玩狼人杀，最不想当的就是狼人哦，压力很大哎、欸，要一直演，这样压力真的是很大，对吧？而且真的要学会怎么骗人吧，啊，真的好累哦。好啦，今天周二就到这边啦。今天开学第一天也辛苦一些人了，感谢你们还特地再来看我的精华，又看我的台，感谢你们。那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那待会十点我会继续开魔物猎人啊，能挂台的就继续挂，那要休息的就赶快去休息吧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小铃铛也记得打开。